Brisbane City and Fernie Grove train will depart from platform 2 in approximately... Hello， 我是 Jennifer， 大家早安。现在其实已经九点了，我上完了第一个药学的课，然后呢，今天有七个小时的课，我们就继续上课吧，等一下再聊。That portion of blood is going to be subject to renal filtration for any drugs that have to be in the blood. Okay. 今天早上呢，前面两个 lecture 是药学，然后今天是在讲药剂的东西，所以就是算数学。然后呢，我没有全部都 get 到，所以呢，今天晚上或是等一下早点吃完饭的话，要好好再看一下。然后后面两堂 lecture 呢，就是它不是那种很纯药学跟化学很相近的东西，它比较开始跟社会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从实验室如何设计药品，然后如何检验药品，然后如何去跑那个变成药品的程序，比如说要经过哪一个单位的认可，然后要开始从动物实验到医院的人体实验，一直到最后药品的发行，就是这堂课是在讲这种东西，所以它就是有非常多新的东西对我来说，因为它已经不是纯 science 了嘛。然后我们这堂课呢有一个很大的 assessment， 它占了 25% 是要辩论，你被有点尴尬。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已经分组了嘛，然后今天就有抽题目，然后偏偏我们这组很后面才被抽到，所以我们并没有很多可以选。我们这次的题目是专利这个东西是不是能被扩大，就是容易一点申请专利去鼓励研发药品的人，要再多做一点功课。然后我们是四个人一组，generalities here, we're talking about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you, things that were important to you at the time. Welcome to Zootopia. Hello. This is already start. This is Talon. 他不会讲中文，所以。是我们每个人来上班的时候都要 try 咖啡，确定好喝才能卖吗？有人锁不了门 ，quick， you good？ Yeah. Yay. Say bye to the camera. Bye.
回来了，好累哦！我天哪，我看起来太狼狈了。Hello， 大家，我已经洗完澡了，湿湿的头发，给大家看我的现在新的读书的区域。本来就有的一个书桌，然后呢，我就买了一张椅子，这样这个就是我读书的地方了。然后呢，这是妹妹的房间，转过来这边是我的房间。我这一学期就是把自己的课表排得很紧，就是有三天是满了课，然后有两天没有课，这样子我就可以 work part time。前几天我有在跟我妈妈讨论说，是不是不要 work 那么多？但是呢，我又很喜欢 cafe barista 这个工作，就觉得它算是学生时期我最想要做的一个工作。这样以后也不可能做这个，我就先去念书，不知道等会会不会见。不过，拜拜。Good. Okay. Leave it there.